我做了一个梦啊，梦见，我的那个停拍一个停拍场地，被人家搞得脏得一塌糊涂，就是那个，然后我看到像一个浴缸一样的或者卫生间一样的地方，我到那边一看呢。原来我深圳的时候经常参加我一个临拍的一个人，但这个人，也不是感应的很明显，但是呢，那个家伙还挺狡猾，啊，也就这个什么人呢？后来我被公安关了一个，他就，后来释放了以后走了以后，他就召集了，我原来那些人呢，因为公安说了一个不允许再走了啊，既然说了不允许再走了，那他就不走，哎。他悄悄地把那些原来我留下来的人召集到一块，然后他们也搞停拍了，当然他们实际上他们搞不出来啊。然后倒过来说我外坏话，想他想来领导这个，但这个肯定是垮掉没成功啊。我就去刚才做梦的时候看到他，看到我过去了，他连忙就堵起来了啊，连忙就堵起来，人堵起来了，堵起来了，我就在那边喊啊，因为我看到了，我过去看啊。我是透视眼，我看得见人在那边了啊！你快出来吧！他说还是不出来，然后从另外一个人把我挡了一下子，一个就趁机从另外一个地方溜走的。溜走的时候，我知道他溜到我往那边去了，另外一个人也挡了一下子啊！哎，后来我一看，什么门口那个有布地的地方，门口有布地的地方，怎么楼上楼下？那个上下打穿了一个，好像是做个布地的啊、哦，下面一层从上面一层好像连起来，哎，这么说来，下面一层也是我这边的，要么是我姐整的啊，就做了做了这个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啊，做了一个梦啊，我看到一个飞碟啊，飞碟在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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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碟在转啊，飞碟在转啊，飞碟在转，转啊，窗户在这边，窗户在这边那个，窗户在这边那个演讲啊，现在不是好像是不是在演讲，好像在装修房子啊，看着好像那个装修工年纪比以前像年纪轻的时候像装修工一样啊，在装修房子啊，然后慢慢飞碟，我把他们飞碟和窗户中啊，就是联系上拉到一块的时候，现在那个 DS 啊，那个 DS 长啊，没地方长了啊、哦。原来是，那个是 DS 啊，藏到那个，浴缸后面或者那个房间了啊。说看到了还不出来啊，然后他就感觉没地方逃了呀，没地方逃了，没地方逃的时候，那个最后，还逃跑掉了啊。现在呢出现的场景就是川普比较年轻的时候啊，然后呢好像跟建筑工地提前是同建筑有关啊，连那个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连起来哦，原来告诉我是，一旦把那个，上下连通一个，上面的，飞碟啊也飞碟指的天上和地下，一接通也有我了，一接通一个，那是那个。深圳的第二者只有逃跑了，逃得无影无踪啊，无影无踪，逃得无影无踪啊。好，知道了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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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